延曲着，让光芒闪烁，因为爱情那么真实的存在过。李思辰，我喜欢你，重来的一刻，好喜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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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，我不会退缩。再说一遍，被你无时无刻牵动着，因为 我爱你，只是空白的，坚定不做作，只是想要给你全世界最好的。哎，对了，你们争取到艾利克斯的支持了吗？早就知道希望渺茫，所以这个结果也在预料之内。我怎么看你们是像去度蜜月的？结果有什么重要的？只要我们两个在一起不就好了？对啊，要珍惜当下的幸福嘛。看来我之前的确是说错了，天生一对的不仅仅是我们两个。玉玉，开车开车。马上就要股东大会了，你怕吗？不怕，我有什么好怕的？该做的努力我都已经做了，就算结果不好的话，就算为之前做错的事情付出代价。那要是结果好呢？结果好的话，我就要感恩呢，感恩遇到这么好一位妻子替我解决这次困难。你呢？害怕吗？我就更没有什么可以怕的了，能和你在一起已经很幸运了。做人呢要知足，只要我们两个还在一起，我就没有什么好怕的。嗯，我突然想到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我们一直都没有办。什么？蜜月。嗯，你没有发现我们结婚到现在一直都没有度蜜月吗？如果这一次我不能继续管控外貌的话，我们就找一个你喜欢的地方，好好的度一次蜜月。但是我有好多好多想去的地方。那我们就把你好多好多的地方一个一个的玩过来，嗯，不耽误我们做正事。哎，谁要答应你了？谁答应？